报本宫工人故事，逆谋弑君，业已供述。罪当大辟，着殿前都指挥使，即刻所拿，一律论处。皇太子定权，包庇属实，本当即以同谋论，念其暂受蒙蔽，且自行移送，存悔改之心。着从轻发落至宗正寺，自行戴罪。 钦此，殿下，请接旨吧。皇太子，请接旨。 臣，萧定权。 对这道旨意，朕不会接的。不但不接，臣身为监国，不能认可，还要对这封旨意行风驳斥。 臣不需要陛下的宽恕和谅解，该被宽恕的人，也不是臣。